俺娘想吃豆角嘞，那院里摘点上楼尝尝，说再吃再摘，这新鲜。我媳妇在吃没呀？坐等俺说，都在俺上回来了，我才往家走；都在不回来，我不往家走。娘，你坐这咋嘞？我一会儿去摘个豆角，你俺来这坐嘞。我坐这咋嘞？你不知道咋嘞？我坐这等俺啥嘞？俺啥都在不上车上回来，我不是往家走，都在咱回来着，我在。都在不回来了，不往家走了，啊、不往家走吧。你看不见，你不是说吃豆角呢吗？我再摘这个上午再尝尝，你没多准呢。啊，我问你想吃啥，我给你走啥呢？走往家走吧，走。我不往家走，我等啥回来了？不等他回来了，回不来，都在去家那里。这你在这儿咋也这会儿有问着？你这回不来吗？可是我知道回不来。给你打电话嘞？没打电话，我也知道哎。我不回去，我叫俺啥回来我都来了。我叫你在家玩，我叫我不回。我啥时候叫你在家叫你饿嘞？嗯，不叫我，我叫喝剩汤，剩汤也不要喝。我喝一回剩汤也没叫你喝过，还叫你喝剩汤？可是叫我喝剩汤。哎，几个人在桌儿嘞？在桌儿，人家说吃豆角儿的东西，我到俺上面俺那个院里摘点豆角儿，我说上午了再给尝尝。摘三人是呗，够吃摘了。还有个大黄瓜。啊，我摘俩这个嫩黄瓜。我来了，人家都来厨房坐了，人家说人家在这儿等个伢，新闻的，新闻啥时候不回来了？人家不往家走，我自家回去，人家不回去。人家说你这在家里成天不叫我吃，成天饿，都得等个俺新闻回来给我做饭吃才往家里走。是啊，啊啊啊！为了行，我有我多挣，要么我不多挣，你不是冤枉俺的呗？啊啊！你说我叫你吃？嗯。他不叫去，啊，把剩汤都叫煮喝了，不叫啊。剩汤都叫煮喝了，不叫你喝啊？你我也喝剩汤啊。等于说他叫不叫吃，好多人都叫你那儿吃，他把我吃了。嗯，那你得那等个啥嘞？啊，啥不回来？啥不回来？我就在这儿。再回去吧，再回去吧。反正我是不回去。俺不回来。啊？俺不回来，你不回去。你给啥打电话吧，结婚啥说两句话，不然看俺家把我偷走了，两回也没说。你看，那跟着我走吧，俺正直播哩，你别给俺打。我不管这个，你敢打电话，他不别人再说。你打吧，打了我也不敢回家说话，结婚家属还在去。打了你敢说啊？嗯。你在这敢说呀？我说你回来吧，现在这家人在家里不要吃。换个，成了，你可说啊！啊，啥时候回来？你想我嘞？啊！我不回去嘞，你不是在家里吃点时候叫喝你蜜糖，叫你喝蜜糖。你不回来，我连生活费也喝不了，再说还剩饭了。你叫别的闺女在家，不能不叫你喝剩汤？啊，剩汤都叫煮了。是啊。啊。他在家接待你了。啊。哦，我过两天回去回去叫赵他们给俺装上呗。摘了，行李，大灯。啊，大灯。人家说停会儿都摘了。啊，停会儿。哦，你停会儿回这天回去了，给你那是备好灯啊。啊。在家里坐门口往家等着你，人家不回去，你说说看。这整家都不回去。你在门上坐，有事我那有药，你在门上坐，我在门上坐呀，你回去吧。啊，我回去。啊，你不知道我干啥热热的。我等着你的。哦，我等着我回去吧，自动能到家了。啊，啊。啊，回去吧。啊，你今夜早点回来啊。哦，改了。走。你在家撑会了，我都回去了。你要不撑会了，我都不回去了。我撑会。哦。那叫俺弟，叫那是俺弟给在医院去推家里吧。啊。你爹多喝水啊！啊！我上火。不上火。爹多吃饭，别管是剩饭啥的，你多吃。我回去了，我看你胖了呗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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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幸运，太幸运，那不这都摘了，这种也不费劲。给人家打打电话，这费钱的，这自己家回去也不带钱，不回去，我就在这等你。来。
来。